爱，你会明白。床上出现你的笑脸，雨雪，突然间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你怎么也不会原谅我，其实连我自己永远也不能原谅我自己。雨雪，我知道这些天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，我知道你受了多少的委屈和多少的辛苦，可是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雨雪，雨雪，哎呀，云海在下面叫你呢。云海，雨雪，这几天每一次在我的梦里都会有你的背影出现，我一直在寻找这个背影，我在全世界寻找这个背影，你知道吗？球上吗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什么吗？我慕容云海，对着天空，对着大地，对着云，对着风，对着鲜花彩虹发誓，我这一辈子只爱楚雨荨一个人。你还记得吗？你说一生一世都会爱我慕容云海。我楚雨荨，我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走，我慕容云海只爱你一个人。只是之前怕你，我不信你只为你的欺骗在找借口。我问你，你喜欢我还是他？看来你这一点都不在乎，你不怕我绝望，不怕我因为你而选择去死吗？江云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慕容云海，你以为我在吓唬你吗？你说这个事怎么处理吧？可是我觉得好感动啊。感动？你不觉得这样
太不像话了吗？啊，如果这个时候楚雨欣敢下来，那可真要造反了。回去啊，回去，回去啊！楚雨欣，你真的敢下来呀？回去，回去，听话，回去。亚里斯顿简直是无可救药。回去啊，楚雨欣，我现在以校佐管的身份命令你。马上回到宿舍，否则后果很严重。你回去，回去啊！听话啊，回去啊，快回去！小云，小云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！你别冲动，气息你好吗？不顾我死活了吗？那你还来追我干什么？你听我解释好吗？那是因为我之前失忆了，可以恨我，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可以这样对自己啊！慕容云海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彻底的爱上你，可是你却欺骗我。绝不！进来。我承认，我们俩在一起的日子很开心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。之前，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心目中的楚雨荨。你为了那个楚雨荨，什么都可以放弃。是。连我也可以吗？给我机会，我们可以从朋友做起，好吗？给我个机会。我做不到。江源，江源，江源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你放开我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你们从来都没有人管过我。江源，放开我。怎么了？江源，江源，江源！首先，这个去年的人物关系呢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们的楚雨荨，首先喜欢了端木，端木喜欢了于海，于海喜欢了端木，不是端木喜欢了楚雨荨，他们两个没有在一起，怎么办呢？今年又蹦出来一个蒋元，蒋元爱上了慕容于海，现在爱上慕容于海之后呢，自杀了。哎，你明白没有？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哎呀，那我再给大家解释一遍，现在是这样的。现在大家知道吗？不知道。自杀？啊，你还不知道呢？哎呦，没想到蒋元的性子那么烈，简直开辟了我爱丽斯顿的先河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那好像是没事。不，这个蒋元云海关系不一般啊，你要小心一点啊。蒋元和云海，那都是云海失忆时候的事了。我相信云海，他能处理得很好。嗯，云海倒是没问题，就是怕蒋元万一纠缠不休，没事变有事，小事变大事，那该怎么办啊？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，希望如此啊。不过以后万一出了什么事，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啊。看见没有，新增校规，严禁男生晚上拿着喇叭在女生宿舍楼下。你说唱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主意不错，那一会儿你自己跟云海说。别，我要是说了呀，那小子肯定这么做，到时候崔西又找我聊天。哎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就是他，昨天晚上还那个大喇叭呢，喊雨荨。云海，怎么办？现在全校都知道
蒋云为了你连命都不要了。怎么了？人家命都搭上了，你还不给点表示啊？喂，少了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说这些？你没有想过到底该怎么办？真的吗？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只要我慕容云海和楚雨荨重新相遇，任何人任何事情